你伊落啥？啊你你看到遐人讲啥阿袂买伊啊主意啊？北港的了，吴东兴在负责呀。传统是龙凤书镇的传统艺术保存者，这是龙凤书镇传统表演艺术保存者，这都是龙凤书镇的吴东兴在负责。灯笼，米老鼠处。这古话呢？嘿，古格。五。哦。这灯笼都是你的，这是怎样？水的。元辰光彩啊！这叫啥？那兔啊？哦，小白兔嘞。哦，蛇啊。叫小蛇，小鸟。真好水啊！福寿珠丁啊，这用个元宵粿。台中这是那个关圣帝君的那个祖先，关圣帝君赤兔马，过，像咱过，过一个平安桥，见平安。这赤兔马，出片去吧，我去片去。这头嘛，还有一片。这个乌的啊，敲着敲着了。一点啊好，再往这里护顶。咱先到行一遍啦吼，牛年虎去主灯啊，喜乐主灯，迄牛用徛的，啊只只羊啊，羊啊手的，狗啊，自己先想哦，狗，迄灯拢咱行过哦，鸡。狗，猪一只，猪的，那只牛啊，那牛的话，猪啊就是鸡啊，加一点啊。水晶的，啊，哭着哭着，嗯，就是迄个初五来看一下迄落，重阳来拜一下迄关圣帝君，龙家文兴殿。点个啥？我唔知，廿蚊钱点来，是变形金刚了，到底是变形金刚了。感谢初云花大道听众，算了。
这阵袂钓钓诶，上早就退船啊。红面饼诶，遐款啊。平安米，这个。龙山老祖，黄龙建设，温馨的头家边正，我一个好，很励志的人。好人吃哦，大家恭喜发财！大家从家家来这这放花，大家见好，等老大忙，安尼做嘞，好安尼去做直播。